深吸一口气啊，连续吹是不？深吸一口气，连续吹啊！你非得说我喝酒了。好，最后一次机会啊，师傅，你再吹不出来，咱们就直接上里面采血啊。45，每百毫升45毫克，属于饮酒后驾驶啊。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，这个对这个结果有意义没有？走了，好的，没有关注的。